好啦，咁咧先叻女啲好唔好？幫我清咗呢、這個搣曬啲貼紙落嚟今日。OK， 我會陪你做嘅。好啦。係啦。好似都係唔夠，你睇翻呢個，邊個好啲？呢個好啲，好。啱先嗰度有個黑色嘅嘢，點解而家冇咗？黑色我冇特登去望佢喎，你都唔好望佢啦。真係噶，啱啱有笪黑色嘅。係。係。佢本身入邊都有啲點點啦，要攞出嚟洗啊，不過遲啲先啦。唔通我睇錯可能？可能你個角度係啱頭先嗰個。好，呢度啦 ，Bobo， 搞掂咗呢個先。一級嚟噶嘛，好簡單。一個對幾多個呢、這個？佢叫四分音符啊。嗯。咁就叫幾多個？四個寫，跟住呢個二分音符喎，兩個，跟住呢個八分音符，但係佢係佢喎，錯。如果係對呢個就係八個，或者你咁睇咯，係佢對八個，而家八個同佢係分咗四分咁啊，即係八除四咯，二咯，係啦。跟住呢度，幫我好極速咁樣畫一個表，去到八分音符。嚇、啊！快速，呢、這個係咩啊嘛？跟住去到呢個係咁啊嘛。繼續畫，畫到去八分音符就可以停啦，即係唔使去到32分音符。咁咩？仲有一層。嗯。跟住呢度俾個 full meaning， 咁即係你直接答我，跟佢咁樣答，答三四就得噶啦。跟住呢個四四一，呢個係四，我要呢度係二同三。Good， 跟住呢度係三同四，呢個係二。咁而家呢個一，呢個 n。Good， 跟住呢個一二等等等等，呢兩個加埋先至係三拍啊嘛。咁所以呢個係乜嘢 ？Good， 呢個一。三四，搞掂，好，輪到呢度，搞掂，貼，係啦，冇錯，要畫得你本身嗰啲咁嘅樣喎，好靚嗰啲喎 ，good， 兩點係。同埋呢度唔好俾佢掂住。係咪好快呢？係好，同頭先一樣，不過你多咗個 semi quaver 揀啦，今次。
啲即係兩個呢啲係加埋兩個呢、這個。兩個呢、這個係咪？兩個兩條線加埋拍埋一齊就變一條線。即係呢個。係。咁所以就係咁樣就成為咗一拍咯，即係一個 crochet 啱咯。跟住呢度啦，我又想你做一樣咁嘅嘢咯喎。總之你係畫到你已經係記咗入個位置啦。今次要去到兩條線。嗯。嗱，你跟我嘅方式動嗱呢度算啦，你畫咗啦，係直動再斜畫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我想你唔好做 tree 啦，而家。因為 tree 咧整到好大，其實冇乜意思，係靚啫嘛，係咁樣直。咁樣斜，即係下一格就係咁樣同咁樣直嘅，咁樣同咁樣，再下一格就咁樣同咁樣，咁樣同咁樣，咁樣同咁樣，咁樣同咁樣。然之後再即係總之呢度全部係拍齊啦。嗯。咁我要呢樣嘢咯，好嘛？唔夠位咯。我畫得唔靚啫上面，咁你就寫細只啲。嗱，呢啲 pass paper 會接角嘅嚇，因為唔留俾你細佬噶啦呢啲，因為你細佬應該改曬版噶啦到期時。Very good， 呢啲我唔睇你啦，你都啱噶啦。咁呢度有粒星星，咁一陣間就睇咯喎。呢個係一同二，嗯。咁呢度我要三同四。咁呢就係嗱，呢度有一條啊嘛，咁所以佢要同佢會呢、這個唔係佢呢個一條嚟嘅，呢度有兩條嚟噶。呢個兩條嚟噶咩？係。哦，咁你啱，啱啊你 ，good。呢度咁樣 group 埋就變成咗咁樣咯，你個即係你個腦要即刻轉到啦！而家呢度教你連線嘅啫，向上就一齊向上啦。呢啲技巧之前，如果你有印象，你就幫我記翻佢啦。跟住呢度加 rest， 考你點樣畫 rest 王？你識唔識畫 rest 啊？有冇信心啊？有，肯定。嗯邊條線都要啱喎、啊。嗯。OK， 好，我信你。咁我繼續寫你啲 notes。跟住做完呢本咧，我哋就飛一飛做2014 pass paper， 因為 Jasmine 做曬所有 interval， 咁我會同你一齊做 interval，嗯，會 train 到你好快，嗯 ，OK， 好。幾多拍啊？又要睇得快啦！呢、這個頭先我哋講過，佢係為之一個四分音符。嗯。咁即呢度我要一個四分音符啦。咁而家呢一度咧就有三個咁樣嘢喎。咁你認為同佢相比爭幾多個啊？係咪爭一個咁樣嘅嘢？爭一個咯。爭兩條線嘅呢、這個。佢要同佢哋成為四個嘛？呢、這個。Yes， 冇錯。在哪邊？你跟他畫咯，係啦，唔使理佢高音定低音，佢都係照咁畫嘅啫。嗯。嗱，你坐住先。
其實做埋後面嗰啲，我陣間試過。啱啦，冇錯啦，加喺呢度靚曬。呢個唔係，呢個二四啊嘛，一個、兩個，你睇緊咩單位？四分音符做單位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同佢要 match 咯，咁所以應該係呢一隻。OK， 呢個就啱。跟住呢個係啦，成個咧你可以選擇寫呢、這個，唔會有錯。當佢啊唔得喎，呢個唔對喎，係啦，呢、這個啱。咩？呢個就唔啱啦，呢個要寫呢個啦。如果係二二，你就得可以寫成個小節就寫呢個咯。OK， 我啦，呢個就一定要呢個啦。呢個同佢一 pair 啱咗咯，一二三四啱咗咯。好，呢度呢條之前對咗啦，一二三四，一二。係啦，三同四啦，一二三四啱。跟住呢個一二，咁你而家睇得慣呢個叫做一咯喎，要睇得慣咯喎。二係呢個啦，呢、這個揀一棟。一同二呢個啱啦，一二揀一棟。一同二啱，記得唔好漏咗佢，佢係人哋二四兩個四分音符。好，繼續。三個嘛，咁你又要慣睇呢個係位置一路喎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呢個係一路喎，啱咯。四四，我幫你做，一二三四，本身俾咗你一二三四呢度咯，一二三四呢度咯，一二三四
俾咗你。OK， 一樣四四啦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明唔明？一慣要睇呢個咯，三四本身二三四，三四自己做，因為你要慣睇好多條線一個。是啱，一嚿兩嚿三嚿，一二三呢度揀得懂，佢可以喺條胎上面揀噶嘛？你見過橫跨兩個巴嘅胎噶嘛？嗯，係啦。好，跟住咧呢度你要清咗佢，因為一陣間嘅 interval 係關於半音嘅嘢嚟噶嘛，semi tone 嗰啲啊 ，OK， 所以你要熟。首先你的名字要很快地告訴我先，這些是什麼名字？音名，音名要寫那些什麼 sharp， 不用全名的了，即譬如好像這個這樣是 C， 那就寫個 C sharp 行不行？嗯 OK 嗯，不是我沒有看錯，是我看錯，這個才是 C sharp， 他現在對著這個嘛，不用不好意思你繼續。即是呢四個咁樣，係四五六 B， 嗯，啱曬咯，呢個又係咯，高音今次。好，呢度我同你做呢一行。他現在叫你是半音就加個頂給他，不是半音就不用理他嘛。那通常兩個音一樣呢，加個 sharp 他必定是半音的了，但是你要想清楚他是小半還是 1.5 的半，即是什麼意思呢？譬如好像這樣，向前向後，是的，向前向後，現在 G 和他，這個是 G， 這個是 G sharp， 那就是半音咯。如果 G 和很難給個 example 你，即可能他是去到可能去到這個位置，都是叫做 sharp 的 A sharp， 那它一定是不是半音咯，這個關係咯。這兩個啦，你就要看看它們向前向後了， G 和 A flat， G 和 A flat 它們是半音咯，CB 一定是啦，對嗎？搞定。這裡其實就沒什麼大的意思的，不過我會覺得有個部署，就是所有的 scale 是不是我說過只可以移動下一個，不可以動前一個，記不記得我講過這件事？嗯，是不是？那所以這個 exercise 就你不可以動前面的音，只可以動後面的音，令到它們成為半音。 OK， 那你可不可以很快這樣做？嗯，但是這個本身就加了 flat， 是啦，本身加了 flat， 那你初初不識的，我們講過可以寫音名出來的嘛。那 B flat 啦，和 B 啦，咁後面嗰個 B 應該都係 B flat 啦，咁有咩方法令到佢哋係相差半個音咧？你將大下下邊，即係另外嗰個還原翻咪得咯？諗唔到，諗到啦而家，即係呢個 B flat， 呢個就還原咯。咁佢哋就係半音，你呢個向上斜嘅，向上斜嘅，唔好向下斜。明白了嗎？ B 和 C 是不是半音？嗯，是半音嘛。那這裡說是不是 C 高過 B 半個音，是不是？嗯，是的。那就是給我剔它，因為適合了這個條件嘛。跟著 B 和 E 不可以動前動後，那你加什麼給它？ Good。 這個 E 和 F是咯， F 和 G 加什麼下去？啱。GA 加什麼給他？啱。好了，這個是 C sharp 和 D， 看看 C sharp 和 D 是不是已經半音，給他剔他搞定。 OK， 這個調回轉都是要半音，不過是低半音，所以它低了。嗯，明白了。 OK， 那你做吧。
佢呢個係喐兩個人都得。前面唔喐得，只可以喐下一個。嗯。炒咗佢得啦，唔好涂啦，悭翻啲时间。系啱。A G， sorry， F 同 E， 已经系啦。跟住 E flat 同 D， 已经系咯。C sharp 同 C。但是它是 C sharp 的，即是 C sharp 就是這個，我要它還原，是對了，今次畫得漂亮。 CD 不可以用 C， D 下去咯， D flat 咯，啊，唔係喎 ，C B 啊，即係將佢本身呢個，佢本身係咩嚟㗎 ？F sharp 呢個，佢呢個 sharp 就咪得咯，係啦，一齊 sharp。Very good 啦，唔係 A 喺呢度 ，sharp 喺呢度。而家佢要你做啲乜嘢？後邊低過前面啊嘛。你如果加個 sharp 咧，就高過前面啊嘛。flat 冇錯。睇題目 ，OK， OK， good。睇下幾好，清曬啲 concept。呢度我哋唔好理佢住，個表啊唔需要畫得咁靚㗎。即係你頭先咧第一次畫咧，你係畫得靚嘅啲字，但係咧我個問題就係嗰啲嘢睇得唔清楚啊。咁咧你就畫格仔，跟住呢啲你記得都可以唔使寫，更加唔需要整個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因為一定係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明唔明？嗯。OK， 你哋兩個人畫表都有每人嘅優點同埋缺點。佢係畫得肉酸，但係佢大部分啱。佢係有啲 careless， 佢俾嘅人會比較粗心啲，比較急啲。你個人寫字叻，夠仔細，不過就唔夠快。OK， 咁好啦，個表咧點畫呢？首先你一定係畫咗 major， 因為 major 我哋最熟，所以你要背一行就係背 major， 就係大 M 二。大 M 三，跟住呢兩個加埋係 P 四，呢兩個加埋係 P 五，跟住就係大 M 六、大 M 七，加埋係 P 八，得唔得？背數字，其實咧數字你除咗背之外，我都教過你諗嘅方法噶嘛。你係攞 C major 嚟到做基礎噶嘛，好多都係啱啱先。咩叫 C major 做基礎咧？咁你咪諗咯 ，C 同 D 係一同二啊嘛，咁咪二咯。跟住 C 同 E 就一二三四啊嘛，咪四咯。嗯。跟住 C 去 F， 因為 C major 乜都唔使加，你用佢嚟到做例子最好啦。一二三四五咯。嗯、跟住咧，你都已經知道啦，係七，因為佢係隔兩個音噶嘛。咁呢度七之後係隔九。九咯。十一咯。跟住你諗下啦，呢度 B 同 C 係少咗一樣嘢噶嘛，十二咯。係咪好容易？跟住之後啦。你拿你自己支筆來到去寫上上下下了，是不是很快啊這樣？嗯。是啦。
good。好，跟住我哋快快脆脆清咗呢一个。你记得第一样系做咩噶啦？一、三、五、六、六啊！呢度由低向上数啦。嗱，你因为我睇呢个方向，你要有阵时你帮我睇睇住。你一见就知道系相差八度噶啦。咁我将佢搬上嚟。Compa 先，咁写 Compa 喺前面咯。跟住咧就由呢度开始数咯。O U N D， 头先你串错咗，系冇错，你头先写咗 A N 嘅。咁呢度咧就系一三五七，写七咯。跟住呢度啦，就系一三四四。呢度一三五。跟住呢度系一同三 ，good。跟住咧，我话快悭时间啦。咁我哋喺呢一度吸啦，咁我哋可以数啦。呢度有冇嘢？有好多嘢喎，你先写出嚟先。系乜嘢咧？三个啫。第一个系 B， 唔识就要数噶啦，识你就背咗佢啦。B E A， 系啦。呢啲第时再 train 啦 ，scale 嗰度会再 train 你嘅。咁好啦，初初你。當你自己不懂做，你就寫了，這裡是 effect 要寫出來，否則你會讀錯 C， 那你就有記得、哦、effect 和 C 你好不好向這邊數、啊、永遠是這個字最向那邊數， OK 讀住它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 OK 是不是八？我沒有數錯啦，在六那裡找個八、哦、minor 六、哦、明白寫 minor， 你中意寫邊度都得，係啱啦。跟住呢度啦，有哦呢、這個 F sharp 啦，咁就係 F sharp 同 E flat， 明唔明？明啊，嗬，好，又係啦 ，F sharp 喺呢度 ，E flat 咯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在七嗰度揾個九啊 ，diminish 咯，識唔識串？寫細階得噶啦 ，B I M niche E D， 搞掂咯。跟住啦，四咯喎，呢一個又係啦，呢個 C 嚟嘅 ，C 同 D sharp 啦，係咪 F sharp 講錯 ？C 一二三四五六，四嗰度揾個六啦。Augmented 咯，呢個可以係啦，大同細都得嘅，冇所謂，係咪好容易咧？跟住啦，去到呢度啦 ，D 同 A 啊 ，A natural 咗俾你喎，咁啊 D 喺呢度啦，就去 A 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咯 ，perfect 啦，有啲字你可以記到佢噶啦 ，perfect。跟住啦，呢個係 A flat 去 C 啊。A 翻喺呢度，去 C 一二三四，三嗰度揾個四 major 咯，明唔明？根本唔需要理佢係乜嘢調，你都已經可以做到呢一 part 十分容易啊！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唔操你咁多呢啲啦，接咗角嗰啲幫我當 homework 做好唔好？使唔使幫你寫低佢啊？有啲物要做嗰啲。唔使啦，好，跟住輪到呢、這個，幫你夾埋佢。參考完呢張紙，你自己擺起佢，知唔知道？呢度，哦，呢度，你不如釘埋一齊啦，翻到屋企，或者你用膠紙黐啦，好唔好啊？已經，好嘛？你自己黐咗佢。好。好快的數到數，我幫你計時看你今次做多久了，開始
佢由 F 嗰度開始數 ，F 去數，跟住咧佢係佢會唔會呢兩個嘛係咪我睇錯？咁係咪應該要 compound？ 要 compound 嘅。跟住睇下後面有冇數錯先，應該有啦。呢度嘛，一、三、五、六咧，應該係六咯。查咗佢算啦。但係你後面都要查 T H 咯。係啦。是不是 A 啊 Momentum 給點信心自己咯我做和你做都一樣的啫呢度唔好睇我對，快啲幫我寫曬啲音名。嗱，捱多一陣啦嚇，因為想你清曬啲嘢佢啊。
呢度咧咁啱撞彩啱咗，因為咧頭先我咁樣睇又係又有個 mistake 出咗，原來係 F， 先係啦 ，F 喺呢度 ，F G A B 四個，咁跟住我就數到佢咁樣係六度，啱啱好 augmented。咁所以就唔係呢個嘅 augmented， 係呢個嘅 augmented， 即係呢個俾你撞彩撞啱咗咯 ，augmented 都係咁樣數嘅啫，咁樣咯 ，OK， 但係佢都會俾分你，係啦。OK， 滑嘅啫，呢三個，佢係 G， 咁而家我要彈同音喎，同音喎，唔係呢個喎，又係同一個 same pitch 喎，咁呢個喎，知唔知？繼續，佢係 F 啦，咁佢要向上移動啦，冇錯，啱啦，圓圈 good， A 喎。是啦，诶，唔系呢个 C 嚟嘅。OK， 好，搞最后一条，做埋佢。Very good one. New ED. Yeah.信心大咗咧，好呢、這個做一題得噶啦，我唔想嘥時間。呢、這個同呢、這個好冇，我幫你畫咗頭一個，跟住做完之後我未對完嘅，因為我想同你做個心理表喺前面，睇你每一堂做咗啲乜嘢。Full meaning 呢個你知嘅意義噶啦，跟住做埋份搞掂。
三五七 good Bobo， 你幫我數多次 E sharp 同 D 的 semi 通是幾多？你自己讀個數字俾我。E sharp 同 D。七嗰度揾個九啊。寫隔離。Good， 寫埋 full meaning。你個真係點？邊個？三二咪 three minimum beats in a bar 咯 ，three quaver beats in a bar。哦，佢問你二喎 ，sorry，minimum 咯，八 ，quaver 咯。Intro M I N。
I am. Am I am. You. 冇。國運啊嘛，呢度。这个是 meaning 啦，咁你唔需要写 meaning。咁跟住你写个 full meaning 喺呢度咧，就系 three meaning bits in a bar。我要 full meaning 喺呢度。八是 quaver 啦，系啦啱啦。跟住 full meaning 就写成写四个 meaning piece 先啦，八咪得咯。呢个四个 meaning speed 先啦，八。跟住呢一扎嚟，呢个写意义咯，咁呢个都系写 full meaning 得噶啦，系啦，跟住做埋 B 同 C。拍子幾好，這個一拍、兩拍、三拍，那就是三個二分音符，三二，跟住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那你我想你寫 C 啊，係，不過不要穿頂。好快，你飲啊，飲一啖先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、二。三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、二。明明好呢度間嗰個咩啦？二二啊嘛，呢度咯。明明做埋佢 ，B 做埋佢，間啦。跟住一個兩個仲有，跟住就一個兩個。系，跟住一個兩個，唔係，係啦，一個兩個完咯，得唔得？呢度自己做埋佢，好清埋呢個就得啦。佢呢個三四三八，大家都係 triple 寫咗個 triple 先。
三 triple 二 duple D U 跟住咧，跟住做埋呢個佢呢個倍大就變成咩啊？咩啊？倍大上前兩堂講過噶嘛？點點嗰啲照畫咯，呢個咯，佢倍大就變咗做一支棍咯，係咪？係咪？啱啱啊？呢個倍大咪變佢咯，啱啱啊？呢個倍大咪變佢咯。臨尾嗰兩個係乜？冇錯，做一條呢、這個，佢一樣啦。你要諗住先嘅第一個 step。三個四分音符，而家三個八分音符，將佢縮細咯，啱唔啱啊？跟住呢度向呢邊寫啦，全部縮細可以將佢畫一條橫線啦，得啦，是但啦，係咪可以咁樣？好，跟住呢度又係啦，一條橫線過呢度兩條，呢一條過，寫呢度，畫曬啲音符出嚟先啦，四粒音符。係你畫啊，咚咚咚咚，一條橫線過，加多條俾中間 ，very good 咯，明明點做？明 good， 好，好啦，又輪到呢度啦，呢、這個同佢係一齊睇嘅，係啦，嗱 ，past paper 咧，你而家就。cover 咗二同七噶啦，你追到佢噶啦，呢一個 past paper， 但係你呢一啲地方未追到佢咯。係啲乜東東咧？首先你要明個 book one 嘅所有嘅 major scale 先。major scale 咧好簡單嘅啫，記呢個 pattern 就已經搞掂噶啦。全半前上同落，你要自己調翻轉啦。好啦，呢度我同你做啦，全半加個頂俾佢啦，逐 pair 睇啦。咁 F major 咧就我哋即系我已經知道咗啦，就呢度咯，啱嗎？咁其實跟住呢一個嘅 ，sorry 係呢兩個，全半，點解咁嘅？E F 係啦，嗯，係啦，呢兩個變咗做半音咯。咁 G major 啦。全半咯，咁樣，然之後咧就係 G A B B 同 C， B 同 C 係啱嘅，唔需要嘅。跟住反而係 E F 咯 ，F sharp 得唔得？咁所以我哋個 summary 就係 F major 有佢，呢個有佢咯，跟住呢個做咗咯。好，跟住輪到呢邊啦，加 key signature 啫。C 呢一個係屬於低音嘅 C， 得冇嘢加嘅，咁就搞掂噶啦。D major 呢個屬於高音嘅 D， 咁係乜嘢東東啊？記唔記得？係啦 ，F 同 C 咯。G major 咧，呢個係屬於低音嘅，有乜嘢 key signature 啊 ？G、A、F sharp 咯。OK， 得唔得？然之後輪到呢一 part 啦 ，F major 咧，佢寫曬俾你，咪照寫咯，留翻少少位寫 key signature， 佢使唔使寫啊 ？Use the correct key signature B 咯 ，B flat 啊嘛，係嘛 ？Ascending 向上 ，Ascending 向上，由呢度開始就係 F、G、A 同 B、C 向下啦。得唔得？搞掂，完成就係、是、咁簡單。C major 乜都唔使寫，冇噶嘛 ，N A 嚟噶嘛，向上喎。我中意由呢度開始寫啦 ，C D E F G A B C， 搞掂，明唔明？好，
呢度啦。我做一條啦，呢、這個佢有個 F sharp 抽咗出嚟先。第一個 F sharp 係乜嘢 major？ G G 啦，寫低佢所有嘢照抄 ，F sharp 擺前面，三四擺後面，所有嘢照畫，得唔得？你幫我畫，畫完之後呢啲留翻功課做。快。好，幫我畫曬所有呢啲嘢佢 ，cancel 翻前面嗰、那個，佢好似呢個咁，佢有佢呢、這個咪寫個還原幾好嘅。俾翻曬啲名佢，冇唔關佢事 ，G 關佢事 ，B flat 係，跟住 F 高音譜號呢一個係 D 都唔關佢事 ，G sharp 唔關佢事，因為佢哋唔同線，呢、這個關啦 ，F sharp。C natural good， 跟住就去到 C sharp， 好清晰。數度數應該冇問題啦，你 interval 應該識噶啦。第幾啊？第廿一 ，exercise 三至四。做埋佢呢度，乜嘢 major？ G 咁落個 G 音喺度，跟住嘟嘟嘟三個音，好似佢咁嘟嘟嘟向上。好 ，F 嘟嘟嘟向上 ，B 嘟嘟嘟向上。我用呢個啦，今次係啊，呢個要跨過少少 ，yes， D 啊，我用呢個啦，今次呢個係 F 啊嘛，呢度啦 ，good， 跟住。唔使你畫啦，幫我 grouping 咩意思呢？呢度可以四個 group 埋一齊，你就幫我咁樣圈。呢、這個一二三四三一二三咁樣圈，攞你而家支筆圈。好，跟住呢度幫我又係咁圈。呢度兩個死分音符，呢度一個，呢度一個。Hello， 呢度一個，兩拍啊嘛，係。呢、這個三拍啊嘛，咁佢就要攬呢個一，跟住四個位置一拍咯，咁啊圈埋呢度。
跟住呢個係四拍啊嘛，一二，咁呢個咪圈咗 ，good， 明啊嗬？呢個可以唔使做。所有解釋的答案在這裡找 OK， 這個已經 OK 了，行不行？ General exercise 要有 exercise 2做到去 4 32至32 2 to 4， 這個是 must 的，因為這本你要下一堂清晒它，這個1跟住2好 ，E-flat major， 首先俾咗兩個 E-flat 佢先啦 ，major 啊嘛，全全半，全全全半，跟住逐 pair 逐 pair 去睇，你自己加翻啲 flat 落去 ，E 有三個，第一個俾咗你，仲有兩個你要靠自己揾嘅，而家數 ，page 六。B E 仲爭一個，E F G A B C B C 要做啲乜嘢？呢個 A flat 咗 ，B 都要 flat， 係啦 ，OK， 爭個 A， 全全半全全全半。A 冇嘢加，但係佢有三個 shot。好，呢個做咗啦。Exercise 4跟住呢一度，你已經學咗加埋 Grade One 嘅邊幾個 C、G 同 D， 跟住加埋 Grade Two 嘅 A、B、Flat、E， 做呢一個，寫翻佢係乜嘢 key， 然之後畫翻頭先個 tonic chart， 你記唔記得 ？OK， 留翻自己做呢、這個。Page 10 Exercise 2全部。好，跟住呢度，記唔記得頭先我哋有一課，淨係寫呢一個同埋寫個 clap 兩樣嘢，記得。Exercise 3, Exercise 4呢度。同頭先個 exercise 一樣，抽曬所有嘅 shot 出嚟，然之後講佢係乜嘢 major， 然之後咧就寫喺前面，跟住就照抄，唔使就係呢啲噶啦，句子入邊得唔得？
Okay? Exercise 4的全部。好。輪到這裡，很快地 go through。這兩個是什麼？畫個音出來。Crotcher。Crotcher。這兩個。Quiver。畫個 quiver 啦。Quiver 這個。這個 semi brief。是。這兩個。Sorry, 我 skip 了這兩個。這兩個。拍子。Crotcher。Crotcher 這個。這兩個 quiver 加 quiver 等於 crotcher 嘛。這兩個加埋一齊。啱，冇錯。咩嚟㗎啦？三連音。三個音只是彈這兩個時值的拍子的時間，明白嗎？ OK， 寫回他們的全名在這裡，這些全名啊，行不行？ OK， 好，跟著這裡加三連音，令到他們 fit 回這個的拍子，一拍、三拍，這裡其實應該1.5，但我不要1.5，給個3它就變成了crotcher 1 2 3，行不行？ OK， 做這個。不是，寫三連音，三個四分音符，這個你聽，對，寫三連音。 OK， 做完這個，它已經是1、2、3了，你只可以動這一塊，那你會怎樣畫呢？就是畫一樣而已，這一種咯，加條線給它咯，做個3三年音嘛，做埋佢。Good。呢個三咧，你就要寫得仔細啲，係屬於呢一嚿嘅。嗯。係啦。一，佢啊，其實佢呢一個咧係咁樣嚟噶嘛，咁即係話我係要咗呢一個嘅拍子。一同二咯 ，OK， 繼續見過噶啦，呢、這個嘛，繼續你要畫條嘢俾佢 ，OK。三個四分音符。佢呢度就有一個同兩個，咁即係你係要喺呢度入手咯。啱，畫中間啲啊，繼續。淨係今次真係淨係呢三個啦，咁所以你要咁樣咯，得唔得 ？OK， 留翻呢個功課。好 ，Page 13。嗱，我唔該你真係要幫我清咗啲功課佢啦嚇，我已經幫你清咗一大半噶啦呢度。咁 Minor Key 呢一度咧？剛才、Jasmine 來之前他在做一些 Demi Semi Quaver， 我跟你清了一點點、這裡你要懂得幫我怎樣做，這裡我教了你了、okay? 但只不過我們是做到一半然後就 stop 了，我們看完了，這兩個是半音嘛，但是它 fit 不 fit 呢？ E 和 F 不 fit 啊？ fit 喎，不用理它，這個是 G 來的嘛，
豬嘢呢度啦。A A B C 同 D OK 得唔得？因為逐個再睇咯喎，呢一個 A 同 B 半音唔 fit 咯喎，咁點算咧？又唔可以喐前二，咁咪整個 B flat 俾佢咯，得唔得 ？B flat 同 C 就變咗做全音，但我而家要多一個全，咁所以就俾埋個 sharp 佢咯。flat 佢冇用噶，佢而家要再多啲啊嘛，咁咯，即系 B flat 喺呢一度 ，B flat 呢度，跟住 C sharp 喺呢度，咁咪一点五全咯，呢个叫做一点五全音，得唔得 ？OK， 咁你就要做埋 E harmonic 呢一个，呢一个，跟住仲有系。先，你清唔清到佢咧？清到嘅應該係啦。Page 14至15，全部好清埋呢、這個呢張字冇黐喺後邊啦。咁咧呢度啦，你學咗幾多個 minor 頭先？呢、這個題目有啦 ，A E D 啦，係咪？咁咧我哋咧就記唔記得頭先同你講過 A minor 嘅 relative major 係邊個？乜嘢 major？E minor 嘅 relative major，D minor 嘅 relative major， 全部都係向上三 minor third， 記唔記得 ？OK， 咁你呢個就寫翻個 C 喺度啊。跟住 E 咧 ，D 咧 ，very good， 寫埋個 major 俾佢 ，key signature 跟佢哋，但係你呢度係要寫 minor key， 譬如好似佢俾個例子，你 D minor，key signature 係跟 F major 嗰、那個 ，OK？ 呢個佢你知道佢係咩 major 啦 ？G major 啊嘛，係咪？咁個 minor 係乜嘢？啱啱寫完 G minor 係 E 咯，寫個 E 喺度咯。跟住之後你就畫個 E， 再畫嘟嘟嘟三個咯。明唔明？係啦。好 ，page 16。跟住輪到呢個啦，好，清到去呢度先，好嘛？冇 pass paper 做，呢幾個咧，唔該你一定要同我做曬佢。呢啲呢本係有幾題嘅啫，得唔得？一定要清住佢啊，下堂唔好有任何 excuse 啦，今次，因為我唔想堂上面見到你係唔明我哋講啲乜嘢嘅，得唔得 ？OK。Jasmine 嗰度我盡量會唔好話拖慢佢啦。其實今日佢都係學少咗嘢噶，但係我希望你早啲清曬，咁我哋可以一齊同步再去快啲學翻啲嘢，得唔得？頭先我講同你 private 嘅呢一啲 theory， 你得唔得？收唔收到？收到。OK， 我知道係攰，但係冇辦法，你之前蹲得太耐啦啲功課。好，呢度一定要做。Past paper 就冇嘢做，因為同你頭先同你清咗。因為你自己望一望，佢已經 go through 曬呢個啦，呢個你可以自己做啦，呢個你冇辦法啦，因為你呢兩個未 OK 啊嘛。Grouping 都可以做，呢個都算啦。Compound 可以做，因為同嗰啲一樣，呢啲自己睇，不過我會同你睇噶啦。佢識得自己睇 ，simple phrase structure 呢個都係佢自己睇。OK， 呢三個佢係高呼得快咗啦，已經佢已經識曬啦。Interval 你搞掂咗，得唔得 ？OK， 就係咁多。得唔得啊？哦，飲埋杯嘢啦。